选用一级能源效益电器，节能又省钱。最重要是应对气候变化，窗式空调、抽湿机和节能灯泡的能源标签评级标准已经提升，重新评级的电器会换上 U2 标签，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。选购电器产品时，登入机电工程署的流动应用程式 E&M Connect， 用省电计比较一下吧，一起减少碳排放，努力迈向碳中和。